大家好，我是 Faith，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《展开清晨的翅膀》这首歌。这首歌都真的难的，因为有很多八度，一跳跳八度，然后 最高音的音是 E、但如果对于女声来说，好像我所说十个着了八个都是女高音的话，这个音应该不难的。但是呢，由下面咁样拉上去嗰个 G， 仲要系呢个字嘅发音咧，就难啦。同埋大家唔知道自己系女高音嘅时候就难啦。同埋咧，你唱紧一只好普通好低音嘅歌，突然间去到呢个高音咧，就会觉得好难。咁所以呢啲都系难嘅因素啦。咁啊，呢首歌好多三连音、三连音、三连音、三连音啦。咁啦。最低音是什么呢？这首歌最低音就不是很低音，这首歌最低音是 D， 最高音就是 E， 也刚刚过了一个八度啦。好了，这首歌呢很深层，好像一个自己跟自己说的，或者是跟神说一些很深层的说话。我哋試下啦喎，咁所以咧係比較安靜，但係又要安靜，又要突然間高八度，又要突然間咁高音，其實係點樣去表達咧？應該我哋試下啦嚇。擺北半球，我哋叫 mask 面罩共鳴，但係咧而家我哋呢啲音咧未去到面罩共鳴，但係我哋都要擺北半球，因為有啲竇位啊。咁啊，你想清楚北半球面罩共鳴係咩嘅話咧，就去個 Patreon 嗰度睇，有段片係專係講呢一樣嘢嘅。主主耶和華，主耶和華，你已經檢查了我，我坐下，我吃奶，你都已晓得。我喜怒，我贪我，你都视察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。咁呢两句又唔系太难嘅，系你都嗰度啦，你都嗰度就跳咗六度啦。即系。我坐下，我起来。唔系，先。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咁样啦，呢个要留意一下啦。你都跳咗六度啦。你都唔好咁样。你都也晓得，我喜怒，我贪我，你的时差。呢几句除了刚才讲嗰个跳咗六度之外，就不是太难，因为同一个位置。咁你摆啱咗，一开始摆啱咗个 position 嘅时候咧，你就好容易啦。又要再提啦，每一句嘅第一个音咧，个 position 咧系好紧要嘅，因为如果你摆错咗第一个音已经错咗 position 嘅话，你要翻转头咧系好难嘅。譬如我呢度。主耶和华，我已经检查了我。咁咧，一错咗 position 嘅话咧，你就摆唔翻去啱嗰个度嘅。所以第一个音，我哋要好留意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。咁样样，跟住啦，到 bridge 啦。咁咧，好多頂姊妹都覺得好難唱，和聲變咗咁樣。咁咧，咁我哋可以咧用一個咁樣嘅離開聲，咁呢個其實就係開緊一個八度啊。咁咧，我說他生的話，你開完之後你再唱咧就易啲啊。我說我唔好我。我想就变成这样了，我已已已，我说他生的话，你没有一直
知道你在我前后弯腰着我，安锁在我身下，这样一次一秒是我不能抬头，你的至高你的珍贵是我永远不能输的。Big challenge. 咁呢首先呢個 bridge 呢至到呢一個都係好難唱嘅。首先係呢又跳八度啦，跟住之後又去到嗰個 E 啦。咁所以就係好難唱。咁跳八度嗰度大家可以試下頭先我俾大家個開聲嘅方法啦。咦嘿咦咁樣啦。咁呢那個不能所及呢，那個及字之本來呢，那個之字呢就係喺後面之之喺呢度嘅，但我哋要擺喺前面之咁樣啦。咁呢個呢，當你唱呢個音嘅時候，你就好感受到呢個面罩共鳴，這個叫面罩共鳴，剛才就其實示範咗一次啦。咁但係呢同埋呢首歌你要呢由是我永遠不能所及呢嗰、那個是我是我，如果你咁樣擺咗是我永遠不能所知，咁就其實難咗㗎。如果我擺咗喺南半球，如果你擺北半球呢，是我永遠要個心俾你啊，不不不已經喺呢度啦，不能输，不能输之，咁你就好容易带到去呢啲位置。如果唔系咧，就好容易不能输之，我扮亲呢啲咧，跟住个喉咙会好痕。咁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咧嗰、那个。三連音三連音三連音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，你在我前後環繞著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這樣的奇妙是我不能測透，你的至高你的尊貴是我永遠不能所及，那個又要好像是拖慢了一點點。那呢跟住支完之後就回去 chorus 了。其實我覺得調似調轉多一點，似後面是 bridge 多一點。跟住我們的 chorus 了。我可以往哪裡去躲避你的你，我可以往哪里去逃，可躲避你的面，我要张开青山的翅膀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比赢得我，跟着又翻回去我说。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似係 bridge 上面嗰個 chorus， 但係咧我睇份譜咧就調翻轉嘅，話上面係 bridge， 呢個係 chorus 嘅。咁我唔知啦，咁我尊重原作者啦。咁佢係咁寫，我就咁樣講啦。好，跟住又翻翻去啦。我舌頭上的話，明明有一句不知道。咁啊，翻翻去又要俾啲肉緊啦。跟住之後呢重複咗一次之後啦，跟住又返返落去啦，咁嗰段呢就要平靜喇喎。我可以往咁呢如果你有樂隊嘅話呢，其實嗰度都比較平靜一啲，就可能得琴好簡單嘅琴或者好簡單嘅吉他彈囉呢度就。我可以
去躲避你的灵，送多啲气出嚟。我可以忘了你去逃，可躲避你的里面，我要敞开轻松的翅膀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比引导我。咁样完是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歌呢係想我讲嘅话呢，可以留 message 俾我啦，喺下面留言啦，係啦，send短信俾我啦，咁我知道你哋想學咩歌。因为我就我见到有咩歌我就讲而家，咁但我唔知道你哋需要係咩嘢，咁所以如果你有啲咩需要嘅你都可以话俾我知啦。好，多谢大家。如果大家都喜歡我這片段的話，就麻煩大家都可以幫手 like 啦、share 啦，咁同埋咧就可以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啦。咁咧，如果你 subscribe 咗我的 YouTube channel 嘅話咧，咁一有新的 video 咧，佢就會通知你啦，咁就唔會 miss 咗一啲video 啦。咁另外咧，都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 patron 啦。咁喺下面嗰度咧。嗰啲字嗰度咧就會有條 link 嘅，咁咧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因為裡面咧我都會介紹有啲片咧係會講正確嘅唱歌嘅正確觀念啦，我哋點樣對待我哋呢一個身體啦，咁點正確嘅呼吸技巧啦，點樣發聲啦，點樣演講啦，咁同埋我會教大家點樣去project 啲聲啦，即係我成日講話個頭分北邊同埋南邊，咁裡面咧就會講得好詳細同埋清楚嘅。咁另外咧，仲會咧有一啲片段咧係教大家點樣去唱某一啲嘅流行曲啦，某一啲嘅 musical 啦，同埋某一啲嘅 opera 嘅 aria 啦，同埋一啲 art song 啦，甚至係一啲 ABRSM 考試嘅歌啦。演奏級的歌啦，咁我都會講嘅，咁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啊，亦都可以 share 出去啊，多謝。